我就是有跟我的工作人员们去庆功，但是我就想说把奖金就是除此之外就先存下来，准备下一张专辑，比较实际派一点。这次参加那个比基后，你有没有准备一些比较特别的歌曲？这次因为主题是 Amazing Future 嘛，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还蛮正能量的主题，所以希望这一次我带来的歌都可以让大家觉得很放松，然后觉得未来会更好。毕竟今年就是真的还蛮紧绷的一年。有什么计划？听说有出 podcast 啊？有，我 podcast 已经出到第五集了。对，然后就现在第一季的内容都是以邀请我喜欢的创作者的形式，所以就希望可以每个月都固定出就是一集这样。那你的好朋友都会去吗？目前都是一些比较认识的朋友。对，那 OZ 我有考虑想要找他。都是九都十二